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时代频道，我是刘文杰。今集呢想跟大家讲一样就比较严重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的大学教授呢居然是散布一些对于我们警方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并且呢就是抹黑我们的警方，并且呢其实就是抹黑埋少年警讯的会员。警方就发信给这个的大学教授，就说了你不要再乱来了到底这个大学教授是什么人来的呢？嗱，陣間就會同大家去講一講，同埋佢點樣發布呢啲嘅假新聞咧，都會同大家去解構一下嘅。第二樣嘢想同大家講咧，就係周小龍啦，就係呢個嘅 Cheeky Duck 咧嘅叫做老闆啦、負責人啦。咁佢仲有即係再多一間鋪頭咧，係要執笠啦，應該咁講，係被執笠啦。咁佢到底有啲乜嘢嘅回應呢？文杰原来啱啱先至即系再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先再知道一样嘢。原来咧 ，Chicken Duck、Chicken Duck 同鸡仔乜系唔同嘅、哦？原来 Chicken Duck 系鸡仔鸭嚟嘅。阵间呢啲嘢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喺影片开始之前咧，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赞好、留言、订阅文杰新时代频道，记得揿埋个铃铛掣啊，拣个全部，咁大家就唔会错过任何嘅一段影片啦。首先同大家讲一样嘢就系啦。警方在昨日夜晚的時間呢，就高調地向浸會大學的視覺藝術學院的助理教授，有一個的所謂政治的漫畫家黃兆達就發信，就說他在昨日的明報專欄裡面刊登了六格的漫畫，裡面就有學生的角色和假新聞是由少年警訊的朋友圈傳出嚟。警方批評咧，就話啦，呢一個嘅黃兆達利用報章嘅平台，無故地作出一啲毫無事實根據嘅指控，要求佢係澄清嘅。咁呢個黃兆達就點樣呢？當然佢就係率先咧就接受咗呢個立場新聞嘅訪問。就話啦，而家就係同呢個刊登漫畫嘅明報咧，就係處理緊個事件啦。暫時唔可以咧，就係叫做好好地去回應啦。警方就指啦，今次呢一封信去發信俾佢，同埋發信俾呢個明報咧，其實就係話啦，仲有發信埋呢個俾呢一個嘅浸會大學嘅校長啊，就話啦，對於漫畫嘅指控感到強烈不滿同埋關注。又質疑呢一個嘅黃兆達作出相關嘅指控嘅目的同埋理據係啲乜嘢咧？咁樣咁啊，信件裏面咧亦都形容咧，就話喺黑暴期間咧，假消息泛濫成災，整個嘅警隊甚至乎整個嘅社會，尤其是年輕人都深受一啲嘅假消息去所害，我都係深深感受到啊！警方咧就繼續講啦。这个黄兆达喂本身就为人师表，其实他要肩负起一个求真的精神，如果是想借用一些报章的平台去无故地作出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诋毁抹黑少年警讯的会员，警方对于这件事是感到无奈和遗憾的。警方就强调少年警讯是致力提升少年守法的意识，正向的價值觀和社會的責任感，重申警方是樂意接受一些善意和有建設性的批評，絕對絕對是不接受一些非建基於事實或者是誤導性的言論。警方亦都要求這個黃兆達在報章的欄目裡面作出澄清，以正視聽。呢封信除了寄俾佢當事人黃兆達之外咧，亦都將呢啲副本抄送俾浸會大學嘅校長錢大康、明報嘅執行總編輯，原來仲有係政府嘅新聞處、香港報業評議會，仲有香港報業工會等等。呢封信就係由郭 Sir， 我哋嘅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家全去發出嘅。
警方的 Facebook 裡面也都是有這個的叫做信件上載了出來，即是公開給大家看。文傑就是看了這個即是 Facebook 的 post， 然後就要跟大家講講。王兆達在昨日的明報專欄裡面刊登的六格漫畫內容是什麼呢？就是呢，即是有兩名的中學生在討論這課活動啦，其中一個人呢就說自己參加了校園記者，另一個人就問啦，你是不是被人招攬入會啊，諗住扮記者可以為所欲為啊等等。跟住呢嗰、那個嘅記者就喺度話啦，嘩呢啲假新聞嚟㗎喎，你邊度聽返嚟啊。跟住佢就話唔知啊，少年警訊啲 friend 話我聽㗎咁樣，即係大概係咁樣啦。基本上就係將成件事呢就係冇隔離，即係亂咁調返曬嚟講咋嘛。事實上有好多人喺2019年2020年嘅時間，而家都係啊 ,ok。是扮記者，然之後是真係為所欲為，打爛曬啲嘢唔使理，啲人俾人哋打到爆曬，係人俾人哋打到爆曬唔使理。甚至乎咧，即係犯咗法之後咧，佢哋就喺度嗌啦，話喂著翻件衫啦，即係著翻件衫先好出去啦，咁啊換翻件衫啦，換翻件記者衫啦等等。我記得我有一次嘅直播，咁啊係喺上年嘅4月份定5月份咧，差唔多啲時間啦。OK， 做直播嘅時間有一次。在公開平台做直播的時間，我同當時咧就係同呢一個嘅大埔鄉事委員會嘅主席林奕權，即係文傑嘅一個好拍檔啦，好前輩啦，咁啊亦都好兄弟啦，係咪？同佢直播嘅時間，我哋就喺大埔中心嘅一條樓梯後面聽到一啲嘢，就話啦：，喂，你自己一條友嚟啊？個女仔就話：係啊。咁要做嘢噶嘛？咁啊，喂，但系咁我喂，我啲記者衫喎，喂，陣間睇住俾人拉喎，著翻件記者衫好喎，我準備咗好多啊，嬲嬲上面啦。個女仔就哦都好啊，冇所謂啊，到時最多咪攞部電話出嚟，就係咁啦，就係咁啦。但係個問題嗰、那個係咪記者嚟？嗰、那個女仔唔好玩啦，點會係記者啊？好後生嘅咋，十幾歲嘅咋？點會係記者啊？係咪？你話個天使可能係嘅。OK， 咁啊，所以咧呢件事咧，其實有好多嘅假消息、假新聞，同埋咧記者咧係真係為所欲為㗎啦。咁啊，呢、這、一個嘅王兆達咧，本身咧就喺呢個浸會大學嘅視覺藝術學院裏面任教嘅。咁佢咧就係用乜嘢身份咧？就係、是、用呢個政治漫畫家嘅身份。咁佢做啲咩事咧？喺2013年嘅時候就。同一個嘅叫做佔中咧，就整咗個和平佔中嘅設計標誌。咁咧就係、是、一隻嘅雀仔站喺企喺呢個中空嘅圓柱圓形上面咁樣。佢就話啦：雀雖然細，但係從容堅定，企喺圓上面就唔會佔領，即係唔使佔領嘅，因為佢本身都係自由噶啦咁樣。咁啊，即係佢講完啲嘢，我都唔係好明啦，即係我層次唔夠啦，唔好意思啊。咁跟住咧，佢繼續咧就係喺2013年之後啦，咁啊2014年佔中之後咧，佢繼續保持創作，更加喺呢個反修例暴動嘅前後咧，就展開咧對香港政治嘅漫畫嘅同埋一啲插畫嘅研究，不時咧就發表一啲嘅期刊同埋文章嘅。咁啊，但係咧就佢就喺呢個今年嘅6月底咧，就關閉咗佢自己喺2011年設立嘅 Facebook 專頁。王兆達漫畫，但保留住佢哋自己嘅 IG 啦、Patreon 啦，同埋明報嘅專欄，佢就話希望為到自己減低少少嘅壓力。Patreon 呢啲咧真係一定要有噶，咁啊，因為 Patreon 收錢噶嘛，點解要係 IG 都要保留呢？因為 IG 係容易吸納一啲年輕人。點解明報都要有啊？明報就係一個實體嘅報章，佢就真係要、叫做全方位地打可能佢哋自己嘅。一啲文宣工作啊，咁佢喺今年嘅6月嘅時候咧，就接受過立場新聞就訪問啦。佢就直頭咧就話啦，喺《國安法》之後咧，所有令到你覺得安全嘅嘢，可能都係唔安全。我都覺，因為黑暴咧其實係潛藏喺我哋嘅生活當中，佢哋係未走曬，亦都未死心㗎。OK。咁跟住咧，佢就即係舉例就話啦，之前咧就係畫過習近平啦，而家唔夠膽畫啦，畫 Winnie the Pooh 啦。咁但係個問題係，佢就話啦，不過畫 Winnie the Pooh 都可能出事啊，畫米奇老鼠都可能出事嘅喎，版權喺邊個度啊？你畫呢啲梗係會出事啦，
唔係任你創作噶嘛，大佬有版權條例噶嘛，有版權噶嘛，人哋可以告佢噶。咁當然啦，即係可能佢又會賴呢啲都係政府所造成噶啦，係咪？冇辦法，你中意賴賴啊，搞你唔掂，頂你唔順 ，OK？ 咁啊，我哋講講第二樣嘢啦。呢一個人我相信好快都冇得撈噶啦 ，OK？ 咩正咩字咩話萬咩話咩家咩大學教授啊，講啲嘢都語無倫次嘅。咁啊，講講第二個人啦，第二個人都係語無倫次嘅人嚟嘅。咁呢個係乜嘢人呢？就是、周小松啦，唔係周小龍啦。咁係乜嘢事呢？就係、是、啊，佢呢個崔傑德咧喺銅鑼灣 SOGO 嘅鋪位咧，就俾 SOGO 咧就係、是、通知佢，哦，你呢個鋪位咧就收檔啦咁樣。咁係咪咧？嗱，呢一個嘅崔傑德咧嘅總裁咧就係、是、周小龍咧。佢就直認啦，有呢件事啦，佢就話啦，原本就租到咧出年八月先完嘅，咁啊兩個月即係兩個星期之前咧，佢就話啦，因為即係受到打壓，即係佢哋喺我哋中國國內嘅貨落唔到嚟，咁啊當時咧就話 SOGO 咧都同佢哋唔緊要嘅，叫佢又賣住嚿貨先啦咁樣，佢就話周小龍咧仲公開讚過呢個 SOGO 添，但係啦公開讚完佢之後咧，而家無啦啦就話要提早完約咯喎。咁就咪就係因為你公開讚揚人哋咯，人哋個本身都唔係同你同一夥嘅，你同人哋生又話，哎呀啲貨冇啊，落唔到嚟啊，咁點算？真係慘啦！咁人哋實同你講話，即係話就人哋都要食飯噶嘛，要應付你啲客嚟噶嘛，唔緊要咯，你咪賣住嚿貨先咯，唔通叫你唔通同你講啊？唔緊要，你執鬼咗佢啦。喂，人哋點收租啊？梗係同你講，喂唔緊要啦，你賣住啲貨先咯。咁你以為人哋撐你啊？黐線啊！咁你公開讚揚佢。咁啊 ，Sogo 梗係以為即係，喂大佬啊，我唔係同你同叫做咩啊？同一科啊，大佬嚇，唔係同你好有關係嘅咋。咁 Sogo 好多嘢咧，都係要叫做秉公辦理嘅。咁點咧？嗱，因為咧 ，Sogo 而家咧就要擴大呢個佢哋自己嘅初生部啊。咁所以咧 ，Tricky 得呢個位置咧，就要叫做揀嚟要擴大。Sogo 自己要擴大，咁所以咧佢就呢一個嘅鋪位咧就冇咗啦咁樣。咁佢咧呢、這個周小龍咧就話啦，喂，咁即係理由好勉強啫咁樣。嗱，佢冇話唔係理由啊，即係佢承認呢一個理由嚟㗎嚇。佢就話啦，即係佢個位係上電梯嘅獨立位嚟㗎，咁點解要揀嗰個位咧咁樣？咁啊，而家咧就話啦，即係佢話啦，原本咧 Sogo 咧就好想佢咧就盡快搬出㗎啦，咁啊。希望佢一兩個月內咧就搬出啦，咁啊不過咧就係、是、最終而家咧就按照合約提出嘅六個月內嘅通知就算數啦咁樣啊，你六個月之內你搬走啦，咁都算數啦 ，OK？ 咁啊換言之咧，呢、這個 Tricky 德咧 Sogo 店咧就會喺出年三月裡面咧就係、是、執笠噶啦，較原先嘅合約咧就提早咗五個月啦。咁啊，呢件事咧，亦都有好多嘅媒體咧，就向 Sogo 查詢啦。Sogo 就話啦：，喂，其實咧就係、是、有好多唔同嘅方案嘅，同埋咧就係、是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商業資料，唔講啦，講唔到啊，披露唔到啊咁樣。嗱，而家咧呢、這個 Tricky 德咧就仲有五間分店嘅，就旺呢、這個叫做旺角冇咗啦 ，OK， 旺角冇，有一城啦，有Sogo 啦、東匯城啦、天后啦，同埋呢個叫做荃灣嘅地鋪啊。咁啊。但係咧，佢好多鋪咧都係相信咧喺今年同埋出年咧都會執㗎。我相信咧佢好快咧就會一間都冇㗎啦。咁啊，但係我發現咧就係、是、我喺度揾啊，崔傑德嘅中文名係咩咧咁樣？我發現到咦，崔傑德原來叫雞仔鴨喎。咁雞仔乜係咩嚟㗎？咁跟住我再揾啦。原來我發現咧好多人咧都係誤會咗。雞仔乜同 Tricky 德嘅喎，原來兩個係唔同嘅品牌嚟嘅喎，一個係老牌嘅香港嘅一個品牌啦，係咪？咁啊冇咩，以我所知咧就係即係叫做冇咩特別嘅立場啊成嘅，咁但係咧就呢個 Tricky 德咧就係非常之有立場啊成嘅，咁啊亦都係反中亂港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原來係好唔同嘅，原來我見到網上好多人咧都係一齊混淆咗，咁所以就話翻俾大家聽，喂，雞仔乜還雞仔乜 ，Tricky 德好明顯就係想抽雞仔乜，雖然之後開咗間嘢叫 Tricky 德嘅，我唔知啦 ，OK， 有好多人咁樣講啦，就想係模仿呢個雞仔乜嘅，原來唔同噶，原來唔同噶 ，Tricky 德係雞仔鴨，雞仔乜係雞仔乜，所以大家都要係即係以正視聽。
如果唔想幫襯某一間店鋪嘅時間咧，就唔好搞錯啦。雞仔乜係冇反中亂港嘅？以文傑所知，原來出傑德就係、是、即係大家知道啦，係呢個周小松。OK， 咁啊呢一個嘅周小龍咧，亦都係喺佢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話啦。佢哋係唔肯即時走㗎啦，咁啊，同埋咧就要堅持咧，就係、是、Sogo 咧就係、是、堅，即係呢一個嘅跟從呢個合約嗰度咧就賠500萬咁樣，咁啊，即係跟翻佢嘅生意額啦。佢話即係一年生意額要做，起碼做500萬啊嘛，係咪？咁啊，甚至乎咧，原來咧 Sogo 咧之前咧就叫佢即走嘅，就係、是、叫話我俾150萬你即走啦咁樣。咁啊，150萬咧應該係即係啲租金啊，仲要俾得咗俾佢添，咁啊，所以咧就叫即走啦咁樣。咁而家咧就話啦，唔得，佢唔要150萬，佢要500萬咁樣，咁啊，嘢就算啦，咁啊俾翻6個月嘅通知期你，咁啊就算數啦咁樣，就算數啦咁樣，咁啊叫你走啦咁樣，咁啊並且咧，如果出傑德嚟緊6個月嘅生意額咧就做唔到咧，合同嗰條數咧就要賠翻錢俾 Sogo 喎。咁而家就我都好想睇下到底呢個出傑德最終做到幾多嘅生意額，可唔可以唔使賠錢俾 Sogo 咧？我覺得咧 ，Sogo 俾錢佢走咧，依一個咧俾150萬叫佢走咧，呢一個咧係對佢最好嘅一件事情嚟噶啦，咁不過佢即係叫做口硬或者係個老實嘅話，死都唔走，就揀第二個方案，繼續做多6個月。但如果條數係到唔到合同嗰條數嘅話咧，就要賠償翻俾 Sogo 生意額嘅生意差嘅29%，咁啊都唔少啊嚇。咁啊，到時大家就要睇下呢一個嘅周小龍咧，就使唔使賠到破產啦 ？OK， 好啦，咁啊，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喺影片完結之前咧，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揀個全部，咁大家就唔會錯過任何嘅一段影片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